时间雨天的巴黎街道 Rue de Paris, Dans de Pluie。他的创作者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·卡耶伯特。这也是惠宁时间第五次介绍到这位画家的作品。我们看到画面中的主题是很现代的，来往的行人穿梭于宽敞的空间，一对情侣正在走近，即将走出画面，一位戴着大礼帽的人正急匆匆和他们擦肩而过，这是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。这幅画创作于1877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马蒙丹莫奈美术馆。我们看到画面中间的路灯把画面分成相等并互补的两部分，左边的空间和街道或多或少僻静一些，右边则是临近的人们和路人的往来。所以虽然看上去作品像是即兴创作的，但它却是建立在非常精确的结构设计之上。下一集我们会去欣赏在拍卖史上毕加索卖的最贵的作品之一《梦》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